好，我係 Polly 入咗 BNI 八年。大家好，我是太子明，参加了 BNI 已经八年半时间了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Eric 姓陈的，是一个会计师，已经拥有二十年的专业经验的了。我已经参加了 BNI 有二十一个月的时间了。我有五成的生意額來自 BNI 的，總數達到1000萬。在這十五個月裡面，我們總共開了五間的分店，我們的生意額還上升了 20%。 另外，利用到 BNI 國際平台，認識到馬來西亞分會的會員，令我可以直接在馬來西亞引入貓山王榴蓮，直接入口，不經中介，令我可以拓展到批發的生意。入了 BNI 之後，我很和其他會員不同的了解之後，他們給我的建議，也都我透過自己的一些 brainstorm， 我就找到我們公司的定位，我們公司和其他同行的之間的分別。我最喜歡 BNI 的還有一些 member 無私的幫助。什麼意思呢？其實就是當有一個 potential client 有機會介紹給我的時候，我有些 member 就不是給我一張卡片或者電話號碼，他會大我親自約一個 appointment， 親自陪我去見這個客人。如果有些時候需要見超過一次，他都願意這樣陪住我，一次、兩次、三次我都試過。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地方。我最喜歡 BNI 就是他的團隊精神，還有可以就是我base在香港，但可以發展這個國際網絡。現在我的生意就除了香港之外，我這兩個月就正在拓展緊台灣的這個客戶的網絡，亦都是靠這 BNI 會有的互相引薦。再過多半年，我是很希望在國內那裡再發展我的客戶網絡的。我是三年半啦加入了，是適逢我是做了一個14年的在企業裏面做人力資源的主管來的，是一間上市公司。三年多前就是毅然我自己要決定開我自己的公司啦，咁啱適逢咧，俾我第一次接觸到 BNI 呢個平台。咁咁啱，我覺得我自己喺我個人力資源嗰個範疇裏邊係專業啫，但係我個人際網絡啊，或者我知識都係局限於嚟住我喺呢一個自己人力HR 嘅範疇。咁我覺得我需要有一個平台幫得到我，點樣可以？例如去做生意啊，我做生意都開始都未掌握得到嘅。咁我覺得呢個平台係可以我睇到呢個商機咯，就幫得到我，我可以好快嘅時間可以建立到我自己公司嗰個客户群咯。加入 BNI 嘅原因咧，就最主要咧就係可以喺呢個平台上面咧做多啲生意，另外仲係可以咧就係慳多啲時間啦，同埋金錢。最重要咧就係可以認識一班誠信嘅生意夥伴，令到我喺未來嘅生意上面咧更加可以行得快啲，同埋更加遠。